之前体育教练杨明被质疑疑似出轨女网红，杨明发声明否认。最近妻子唐佳良经常晒一家四口的日常，没想到评论出现了几条攻击，网友通过头像对比发现这位疑似就是之前那个女网红，评论直言，你家当初怎么骗婚的你不清楚吗？你一家子怎么欺负人家的你没有任何愧疚感吗？结果被网友回怼，分开多少年也没娶你啊，人家没离婚你就是小三儿，还直呼他名字思思。